请取走您的钞票。南街的提款机能吐两倍的钱。南街的提款机能吐出双倍的钱。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查出是谁取走的钱。呸！不就是852吗？这多大的事儿啊！一个一个查呗，名单拿来。全世界的人都来您这儿取钱了。你有没有在南街提款机提过钱？8月6日，你在南街提款机取多钱了没有？我还是滚蛋！咬死他！灭口！下次见到打断你狗腿！对不起，我是个警察。手铐跳警区啊！